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欢迎各位准时排位收睇《风云谷》，咁非常之多谢各位嘅支持啊！咁我哋嘅《风云谷》嘅基本订户啊，嗰个数字已经突破350,000，就直接向400,000就进发。咁非常之感谢啊，各位咧吓，龙年咧吓叫做龙腾虎跃。咁仲有咧吓，本人陶杰嘅 Patreon 同埋鲍伟聪嘅咧，亦都系非常之欢迎同埋感谢各位陆续嘅加入嘅，系嘛？好啦，咁咁多集都唔见到个样，今次呢阿风云谷点都争返各位个影像版吓，同各位呢真係吓元宵之后吓，祝各位呢吓龙年啊万事大顺先。好啦，讲到呢个龙年呢吓 ,Loon 又好吓 ,Dragon 又好吓，咁出资呢上面就放咗条大龙啊落嚟视察，就係中国国务院呢个港澳办公室主任夏宝龙前来中国香港呢大湾区嘅一部分呢係嚟到叫做考察七日。咁呢咁多日以来呢就似乎呢个夏宝龙嘅活动呢係稍微着重系民生。走去西贡嗰处呢食下饭啊，黄大仙飲茶啊，咁进入呢啲黄大仙嘅嗰啲咁嘅方丈屋企啊，去到深水埗落区啊，探访呢啲咧，特区政府呢一只，即系我唔讲都冇人知嘅，叫做社区客厅。喂，唔知咩叫社区客厅啊？嗱，夏宝龙嚟到咧，你就知啦。咁咧，佢由行政长官李家超当然系全程傍实啦，去到黄大仙嘅一个商场，连续第二日落区饮早茶。咁啊，入到饮早茶之后咧，就去参观深水埗社区。客厅就逗留20分钟，同社区客厅一名劏房嘅儿童及其家长呢就所谓嘅交流，就即时突击吓，就问啊呢个儿童呢几个字呢到底识唔识，系嘛？佢话唔识，咁啊咩字呢？咁啊唔知，问啲生字啦，系嘛？咁然后就鼓励佢第日一定要去北京天安门，系嘛？仲有啊，阿夏宝龙主任好担心呢啲香港基层劏房啊嘅家长嘅生育问题喎。夏宝龙向呢一个深水埗社区客厅呢个香港居民罗女士呢係下达指示喎，叫佢哋呢生够4个仔女喎，係咪啊？咁所以呢跟住入去个厨房效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啊，时时走去延安啊呢啲北部山区叫掀锅盖。掀锅盖睇下咧有咩嘢食，系嘛？咁发现咧呢条formula咧喺中国香港照样实施。发现咧姓彭嘅呢家人咧屋企教啲细路仔喺度整 pancake， 咁首先咧佢就赞佢个女咧整 pancake 整得咁靓，系未来嘅好新抱啦。始终都系中国人嚟嘅，系嘛？女人咧落得厨咧煮得好两味好餸咧，都系做一个新抱嘅。千祈啦，记住啊！做好心抱好啦，千祈唔好咧训练你个女煮得两味做女特首啊！香港试过一个女特首咧，系搞到鸡毛鸭血，所以夏宝龙去到呢个深水埗呢、这个叫社区客厅，对呢个叫彭太所讲嘅，你个女既然整 pancake 整得咁叻，唔该你俾心机 train 佢做一个好心抱，嫁得好好人家，喺屋企煮饭，明唔明啊？识唔识听啊？中央领导人的说话里面有很多微言大义的，微言大义的。讲啲乜唔讲啲乜，你哋啲中国香港人啊要懂得领会，知唔知啊？嗱，所以呢啲呢魔鬼在细节里。跟住呢陪同嗰个傍友呢就叫做劳工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啊，即刻呢今次你威啦。夏宝龙高度评价中国香港特区政府社区客厅是个好东西，好东西值得推广，实实在在针对劏房户的难点痛点啊，就冇讲到 G 点两点咋，进行的项目他共啲和名之鼠作考之鼠在其他的地区推广。
哇，今次咧好嘢啊！哇，孙局长攞到威啊！下届特首摆个名上去有希望啦，因为今次咧你傍住阿夏宝龙咧，全身贴实啊，去完黄大仙行呢个叫深水埗，掀完老百姓啲锅盖，得到夏宝龙亲自提点你呢个社区客厅成功，系嘛？叫做实实在在针对劏房户的难点、痛点、G 点，我帮你加埋一点啦，叫做三点，三点胜利法。啊！继续做好，值得推广。嗱，呢个咧叫大干快上，深水埗黄大仙得嘅咧，跟住嗰啲观塘啊、天水围啊、屯门啊，继续上咯，知唔知啊？嗱，呢啲咧就系你唔要上边嘅领导人推一推咧，你自己都唔识行，你知唔知啊？系嘛？好啦，咁啊，夏宝龙当然呢个视察运动咧系未完，跟住几日咧就要中国香港特区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交功课，佢个财政预算案。到底会唔会完全撤立？在香港商界精英代表何柱国吓，同埋地产界嘅呢个叫施永青，仲有好多啊啲商界嘅代表齐声喝骂之下，而家何柱国直情点名你陈茂波，你够胆就同佢斗气，唔好撤立啦！三日之后会揭晓揭晓吓，呢个跟住唔讲先。嗱，今次咧最值得嘅啊注意嘅就系。这个夏宝龙落到嚟咧，系交代咗一个新嘅名词，就系中国香港特区政府咧，系应该推行一个叫做有中国特色的香港资本主义制度。嗱，这个新名词嚟嘅，这个以前喺基本法啊，又或者习近平治国理政民选啊，或者喺呢个叫中英联合声明啊，系完全未见过嘅。香港你一个叫一国两制研究中心啊，同埋香港基本法研究咩研究所。喂，而家从来未曾见过一个叫有中国特色的香港资本主义制度。而家夏宝龙交代咗呢一个新任务、新命题、新理论、新战略、新方针。你香港特区政府系咪应该拨款成立一个新嘅研究所？专门针对呢个叫有中国特色的香港资本主义制度嚟好进行深入嘅调研先。嗱，鲍生你点睇啊？系啊，今次咧，阿夏宝龙咧嚟到香港咧，就比起以前咧呢啲港澳办主任嘅出现咧，我觉得系隆重好多。就以前咧喺清末嘅时候咧，慈禧太后咧曾经闹过嗰啲咁嘅即系大臣咧，就话佢哋咧。挟洋自重啊，就系话咧嗱，恃住有洋人撑腰咧，就喺度咧作威作福，或者系喺度讲说话都大声啲。咁啊，而家夏宝龙嚟到，我觉得而家系挟龙自重啊，就系边个官员或者边个咁嘅特首咧，其实如果得到啊夏宝龙啊一两句或者甚至一两个字嘅嘉许咧，佢就揽住当宝噶啦啊，可能咧就将只字写低就镶起佢摆喺床头。嗱，而家咧，你見到啦，呢個夏布，我先唔講佢嚟到嘅，即係一啲咁嘅現象先啦。即係而家直情咧，你見到呢個係好似麥理浩啊，或者尤德嘅時候咧，做港督咧，咁樣去視察民情啊，都唔係只係一個陰差大臣啊，直情咧，你覺得係佢先至係治理香港嘅啊？好似你上次所講，佢嚟到係聽23條嘅意見，哇，好奇怪啊！連李家超啊都要俾意見佢。咁你就见到呢而家即係所谓头先你讲中国特色嘅香港资本主义第一点系咩呢就第一点就系、是、其实系夏宝龙话事夏宝龙先至系呢即系呢个叫做影子特首啊李家超系影武者啊呢一点。咁好啦咁跟住乜嘢叫做中国特色嘅香港资本主义呢去回答呢个问题之前呢其实我系应该要反问呢问题嘅。因为如果既然有中国特色的香港资本主义即是说亦都有中国特色的澳门资本主义或者再推而广之其实全个国家里面呢都有深圳的资本主义或者上海的资本主义因为每个城市的情况呢都任他噏的。其实当初以前讲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呢已经是呢我们叫做呢在玩一个文字的游戏就是将一些呢我们叫做呢表面上其实是推行緊社会主义实际上是一个呢专制的这个垄断啊的资本或者是一个
專制嘅啊、經濟嘅形態，將佢美化。咁好啦，咁而家個問題就係我哋要有好多嘅唔知係咪經濟學者啊，或者官員啊，甚至學者咧，就一定要喺度鑽研啊呢句新嘅即係詞語、啊、或者新嘅字眼。咁、啊、又係開始咧另一段新嘅學習運動嗱，即係、啊、共產黨要攞錢咧，就係咁樣。係啊，因為呢個叫、啊、大家一個名之後就開始大家有公開啦，有公開有唔係有公開有錢攞，叫中國特色的香港資本主義制度。呢、這個喺基本法係冇嘅，基本法只係講到咧係保留原有資本主義制度原有啊。原有即係1997年6月30日之前，係咯，個資本主義制度同埋香港係原有生活方式50年不變，係叫原有，就冇話僭建一個叫中國特色香港資本主義制度。嚇，咁而家咧最新嘅就係僭建咗叫中國特色，乜嘢叫中國特色？嗱，你睇下香港大學、中文大學、劉兆佳嗰啲咩一國兩制嗰啲咩中央政策組，係咪今次又有舐水機會先？嗱，唔好理咁多。先舐水先，先問特區政府李家超大條道理，每間研究所、智庫啊、團結基金啊、香港大學、中大、嶺南啊，千祈唔好執輸，每個單位成立一個叫中國特色香港資本主義制度研究所，然後主任、副主任、秘書長每人呢年薪呢派翻100-200C港。系嘛？喂，呢个好重要噶，最高指示嚟。系啊，陶生，唔好抗拒啊！回答乜嘢叫中国特色嘅香港资本主义呢第一点就系开位啦。嗱，因为自从国安法立咗之后咧，啊，国安嘅警察咧就编制就成3000多人，可能而家仲多咗噶。拨款啫就已经过100亿噶啦。咁另外而家有咗中国特色嘅香港资本主义咧，好似正如你所讲，无论系呢个开翻个一国两制研究中心之类嘅呢啲咁嘅组织，或者系各大嘅大学院校，再去到中小学，一样可以拨款去研究呢个咩叫香港嘅资本主义，咩叫中国特色？大家咧有饭开，系啦，大家有饭开，所以咧咩叫中国特色嘅香港资本主义呢第一条就系开位，人人有饭开，人人有公开。嗱呢个咧就系、是。香港特色的資本主義啦，而家同埋研究乜都是假，先實現中國小農 DNA 的口腔滿足感先。今次夏寶龍的示範咧，去西貢嗰度食海鮮，黃大仙落區飲茶，民以食為天，係嘛？衣食住冇錯，係嘛？好啦，佢今次我唔明啊，劉生，我有個問題，其實點解冇人會帶佢去食兩餸飯咧？兩餸飯先至係國安法之後。啊、香港一个中国特色的香港资本主义以前呢不是没有，但是呢没有成行成市。但你说讲的黄大仙饮茶去吃海鲜、啊、这些不是什么新的东西，以前殖民地时代97年之前都有，是不是黄大仙饮茶西贡海鲜在殖民地领导那时已经是兴旺了几十年了。啱啱啱没什么特色、啊、甚至是省港澳。以前民国时代是不是广州朝头早揸住个雀笼一盅两件，呢啲系殖民地时代。两餸饭先至系而家喺习近平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一国两制新时代啊嘅带有中国特色嘅香港资本主义嘅飲食文化嘛。两餸啊唔系一餸，亦唔系两餸半，系两餸一饭。喺个象征意义，两餸就即系两制，一饭即系一国，知唔知啊？系嘛？一饭就楞两餸，第二即系买打咩叫中国特色嘅香港资本主义咧？系啊，就系、是、第二点。除咗第一点开位之外，第二点就系人人食两餸饭，呢、這个就系中国特色嘅香港资本主义啦。冇错啦，你呢个香港特区咧，李家超同孙玉涵咧，你点样编排啊？你呢个夏宝龙嘅活动，你系咪打虎头打咗呢个两餸饭唔俾夏宝龙知 ？OK， 完全唔掂啊！系嘛？喂，呢、這个两餸饭系你香港李家超警察特首领导之下一个新嘅特色，连林郑时代都冇嘅，啱唔啱就连同夜缤纷，系、一阵夜缤纷先讲。OK， 嗱，你又冇带佢去，你冇带夏宝龙亲自去品尝呢个叫两餸饭，亦都冇带佢走入去深水埗参观夜缤纷，
亦都冇带佢去庙街嗰度咧，系笃鱼蛋同埋咧，诶，听如果有冇嗰啲咁嘅诶，嗰啲咁嘅街边嗰啲粤曲。喂，你净系咧就带佢睇叫社区客厅。嗱，呢个咧系俾呢个叫社区咩叫社会福利局局长咧，孙玉涵咧系骑劫咗。嗱，孙玉涵咧好醒嘅，嗱嗱声咧系整佢入去睇呢个叫社区客厅，博取呢个夏宝龙嗰两句。啊！话赞赏，然后咧呢、这个就系孙玉涵嘅政绩。嗱，另外民政事务局局长嗰个麦美娟都唔傻喎、啊，佢一睇到而家呢条友抢姜咧，佢即刻话：喂，夏宝龙都高度肯定呢个叫十八区关爱局组嘅工作啊，高度肯定十八区关爱大妈咩？即系肯定你麦大妈咯，系咪啊？嗱，呢啲全部喺度暗中交名啊，系下届特首啊！喺度啦，暗中推送啊！你知唔知啊？嗱，而家嗱有几个局嘅執书啊，蔡若莲就執书啦。喂，你应该啊，人哋喺度七日啊，大把时间，你应该你讲一个政治助理报名副局长，拉都要拉嗰个夏宝龙咧，系参观香港教育局，参观乜嘢呢？嗱，我哋已经喺香港各大中学装晒摄影镜头，向夏宝龙汇报。我哋咧系教育局咧，彻底落实二十三条同港版国安法，已经咧系责成所有嘅中学生、小学生监督教师，当佢哋教历史啊、中文嘅时候，一有任何风吹草动违反港版国安法嘅言论，我哋呢度一条龙人工智能人面辨识告密系统，啄咗声就嚟呢个 computer 噶啦。嗱，请夏主任参观，你蔡若莲就执输咗啦。而家俾孙玉涵啊，系带阿夏宝龙仔去睇社区客厅，人哋呢场跑马仔一开闸，咪孙玉涵 啊就领先大约一个马位，麦美娟咧就第二个马位，系嘛？所以呢个香港特区啊，呢啲管治精英咧，啊，正如呢个南华早报前总编辑呢个黄向伟话斋啊。佢哋咧正在揣摩緊北京心意同埋學習做中國人嘅過程。呢啲細位咧，你要知道你哋個主人一言一行啊，啊嗰啲非常之 detail 嘅細位裏邊，佢有政治信息嘅。啊，今次佢去睇呢個叫社區客廳，係嘛？或今次咧，今次去呢個十八區會見呢個關愛大媽，全部咧都係有涵義。嗱，所以咧，如果佢話夏寶龍未來呢兩日就去高調啊，係去參觀工聯會總部。并且接见工联会新进的这些小花小鸡鸡亲切握手同埋呢发表谈话的话呢，咁你曾玉成就要准备买飞机呢，买飞机票移民啦。因为这个是代表对于工联会小花最近批判曾玉成在关键时候在内奸企图造反的一只间接的肯定。这些就是中国的政治语言，明白吗？系嘛？嗱 ，so far so good 啦，吓，暂时未有啦，系嘛？嗱，唔知我咁样提一提咧，阿夏宝龙主任会唔会补飞？我唔知啊。不过工联会小鸡鸡，你快啲入飞咧，系报名排队，你睇佢 show 唔 show 你先。我希望咧，啊，佢会嗰个太阳啊，林建峰话斋啊嘛，太阳出来了，咁你普照四方，照落去孙玉涵嗰度，照落去麦美娟嗰度，而家喂，照埋落蔡玉莲都要照落工联会啊，啱唔啱啊？啊！去年四月啊，落到嚟咪特登唔见五大四大地产商代表，今次就见翻啦，系咪啊？今次太阳啊，上次扫你唔到啊，今次咪扫翻咯，系咪啊？所以而家咧，中国香港特区正在快步融入一个大湾区，吓咁咧就成为一个咧正式成为一个中国普通城市。呢、这个夏宝龙咧，亦都系以一种中央拥有全面管治权、君临天下嘅姿态咧。是嚟到話俾你聽邊個話事，係咪？嗱，呢個又好笑喎。比起128嘅時候，呢、这個南華早報前編務顧問啊，阿黃向偉明確咧就話俾阿劉慧卿知，佢話北京咧係唔識得資本主義點樣運作嘅噃。嚇、啊、嗱，記唔記得呢段啊？北京咧係唔識得資本主義點運作嘅，係定義啊，港人治港嘅噃。你唔好下下去揣摩喎。但係而家唔係喎。夏宝龙落到嚟系话俾你听，北京系识噶，拥有全面管治权，系嘛？不过啊，呢、这个叫做中国特色的
香港資本主義制度都仲係要你班李家超啊、孫玉涵啊、麥大媽呢啲去慢慢揣摩嘅喎、啊，唔緊要，我成日話揣摩唔緊要，揣摩有錢攞就得啦，揣摩有公開，揣摩有水領，揣摩有經費，我同你揣摩三世都得。啊！人生苦短，咪咪摸摸，系嘛？朝头早起身抹干净眼屎，去饮餐茶，食两餐，唱两场 K， 一世人就咁过啦。仔女就最紧要送去英国读书，系嘛？喂，但系陶生，我就真系唔系好明啦。因为如果我睇翻阿夏宝龙去嘅地方咧，其实我怀疑佢俾人老点喎。其实去嘅地方咧系去错咗，去食海鲜或者去黄大仙饮茶。其实而家香港咧个问题不在于。啊，嗰、那个食材问题啦，或者啲海鲜有毒啦，再唔系就系饮茶里面冇位啦，唔系呢啲问题啊嘛。大家都知道近呢一年来，其实个股市系蒸发咗好多钱，同埋楼市呢亦都不振，再加埋呢好多嘅外资撤离。嗱，其实佢去嘅地方系咪应该去联交所啊，或者系国金二期啊，再唔系系咪应该去会见下啲美国商会啊，或者系嗰啲 FCC 啊？啊！外国记者俱乐部啊，啊，应该系派翻啲定心丸，因为23条成日强调咧，唔系针对大部分人啊嘛，只系一部分人啊，甚至外部势力。咁希望啲外商继续留低投资啊，股票啊，应该系继续玩落去噶嘛。咁夏宝龙亦既然嚟得7日，话多唔多，话少唔少，好去唔去，去埋啲黄大仙啊，食海鲜嚟做乜嘢咧？嗰部分黄大仙冇事啊，黄大仙依然灯火。啊！香火呢个鼎盛啊，冇唔系啲善信，善信冇话唔去啊！啊，饮茶嘅地方依然啦，系人来人往啊！喂，但系而家出个问题系股票同楼市啊嘛，啱唔啱啊？陶生系啊，咁系咪特区政府系带错佢去地方咧？呢、這个咧就难怪王向伟呢啲咧系觉得香港特区呢啲政治精英蠢啊！你知唔知啊？128个访问咧，佢口口声声话政治精英，政治精英，其实咧里边心里边系你们就是一班傻逼。你们就是傻逼，点蠢啊？系嘛？喂，你而家特区政府口口声声话我哋咧系要讲好香港故事，我哋呢轮咧系猛咁见外国领事、外国商会，系嘛？外国嘅资金喺度解到牙血都甩埋，23条唔影响你哋嘅利益，唔影响香港投资环境。而家你个主人嚟咯，你咪举手。李家超话：哈主恩啊！我们已经啊，施尽全力去跟外国人啊去讲解这个爱惜三条啊，但是他们是好像不是太相信我们啊。现在而家呢，夏宝龙主任来啊，现在非常好啦啊，现在这个玉皇大帝啊现身啊，我们下面呢、啊，我们不如有玉皇大帝你自己啊亲自跟洋人姐啊写诗好不好啊？咁你可以安排两场，就请夏宝龙直接见美国商会、见英国商会，同埋一场叫欧盟同埋英美领事馆，然后请夏宝龙直接同佢对话。你喺侧边咪做翻译同笔录咯，系咪啊？咁样跟住佢解完啲资金仲走，咪唔关你事咯，叫卸镬啊？咪明唔明啊？系嘛？你嗱，陶生，你唔好咁样，你偷收钱，你唔好，你唔好成日咧就出埋呢啲咁嘅桥。是吗？不是，喂，凡打工仔都识啦，你教佢做虾饺烧卖，喂，走去食佢乜见啊？客厅劏房叫啲细路仔看图识字，喂，你大唔大材小用啲啊？啱唔啱啊？你而家讲紧 KPI 啊嘛？喂，你老哥讲紧以结果为目标啊嘛？系嘛？你而家喺度拜神拜神，而家个神明真系显灵啊嘛？神明真系显灵，你咪请神明同班。外国势力直接对话咯，点解冇噶？啱唔啱啊？嗱，仲有一点系嘛？仲有一点，我觉得系咁。嗱，呢个安排咧，点解我觉得系失当咧？头先我讲咗啦，但系最重要系，如果你真系约唔成啊，如果系美国商会、英国商会、欧盟嘅代表唔俾面，一定俾面在边啦？将我头出嚟，商一定见。嗱，但系调转，如果你安排嘅时候。将嗰个场面啊放喺国际上面，咁你就知道其实呢而家你嗰个香港立23条或者而家搞成咁嘅地步，我直接啲讲啦，我哋班人都系打工嘅啫，即系李家超为首嘅官员，你打工所谓嘅高度自治，其实系唔
系上边呢个影子嘅特首话事，系你咪将个波掉俾佢咯，嗱系咪先？呢个大好机会，习近平系真神阿拉，夏宝龙落嚟系先知穆罕默德，你哋李家超下边就系全班嗰啲咁嘅吓呢啲咁嘅阿控啫，即系回教嗰啲，你知唔知？阿控啊牧师啫，你解嚟解去，你唔够先知穆罕默德权威，而家穆罕默德嚟。你请穆罕默德同呢班基督教西方外国势力直接对话，得啊得，唔得啊忽得 ，OK， 系嘛？喂，佢系可兰经最当然嘅权威，喂，唔系成日嚟咋？嚟都系得七日，今次七日俾足时间你啊，系嘛？你个时间表冇一忽系请美国商会外国 All Morgan Stanley， 啱啱你嗰个中国人民好朋友罗奇志唱衰你啊，彭博啊，金融时报啊。啊、摩根大通啊，系嘛？万国宝通、花旗银行啊，美国商会啊，欧盟啊，系嘛 ？This is where the money comes from。因为逃生好简单啫嘛。呢啲先系银纸啊，大佬！而家你靠嗰啲咁嘅，哇！西安啊、青岛啊，系嘛？开多两个浮嚟督鱼蛋，几时啊督到天光啊？阴公，下一句问一句，黄大仙嗰班善信同妙足，佢对二十三条。冇意见噶，冇加埋劏房嗰扎，拥护，揾招唔得晚，系咪先？连去厕所都可能要咧呢个对住个厨房，佢哋都对二十三条冇意见噶。你揾夏宝龙走去呢啲地方嚟做乜鬼嘢啫？系咪先？即系我哋叫，即系好似掉核弹炸乌蝇一样，大材小用。喂，呢、這个夏宝龙系核弹嚟噶嘛？即系佢讲嘅嘢一言九鼎，有代表性，甚至可以代表习近平嘅。你梗系掉佢去同呢啲外商、外国投资者、啲基金经理吓、啊、走上去同佢讲啦，系咪先？你根本而家特区，你嗱我唔紧要，你夏宝龙而家话佢系佢话事啊都得噶啦。但系而家问题系，喂，你揸住张 Trump 卡嘅牌，你竟然唔识打啊嘛？而家啱唔啱啊，陶生？如果我系外资咧？我睇到你咁样中间打斧头，我想见夏宝龙 ，either 夏宝龙唔肯见我，饿你阻挠，咁跟住夏宝龙走咗，我走唔走之先？你冇诚意啊！你知唔知啊？大陆佬都成日话啦，同美国啊、英国谈判，你要有诚意基础，你冇诚意啊嘛，系嘛？你没有诚意，英文叫 no sincerity， 明唔明啊？善思啊，香港善思公司嗰个名字，你冇诚意，喂，完全喺度混吉嘅，我咪走啦。你宁愿走去黄大仙社区客厅吓见呢啲咁嘅目不识丁嗰啲咁嘅小儿，都唔见我哋揸住咁多银纸，代表华尔街嘅大行，咁你即系唔想玩啦，唔想玩得啦，吓我收到，成全你 ，OK， 系嘛？罗奇讲得完全冇错。证实咗罗奇讲咧，你 Hong Kong is over， 咁咯，系嘛？讲晒啦，啱唔啱啊？嗱，不过咁，你又唔使咁灰心嘅。中祖国咧系非常之体恤咧你哋嘅，所以今次咧宣布开放多两个城市咁多，一个叫青岛，一个咧系叫做西安自由行，好嘢啊！呢两个城市唔系江门石岐啊、深圳嗰啲啊，落到嚟焗住要佢哋过夜啊，你知唔知啊？因为搭飞机一程都两三个钟头啊，知唔知啊？系嘛，所以啊，今次杨润雄赞佢啊，醒目啊，哈！身为男人咧，嗱，点讲啊？身为男人，佢领悟到，不排除以后开放自由行城市，落到嚟啲大陆人民，即系佢所声称嘅内地同胞嚟到之后，系会留系对香港发生认识，同埋咧会做生意。嗱，共产党做嘢咧系有好多机关嘅，微言大义。点解要揀青岛同西安呢？点解揀呢两个城市？全国有数以千计，点解佢唔揀呢个叫太原呢？点解唔揀河南郑州呢？点解唔揀洛阳呢？点解唔揀呢个叫石家庄张家口呢？係叫青岛同西安呢？你估唔估到？估唔到啊？我估唔到啊，因为陶生。我话你听啦。点解呢？好多喺大陆做生意嘅香港人。吓、啊！我哋呢十几年咧，茶余饭后吓、啊、都倾。喂，嗱，你去到大陆咁多地方，你觉得大陆边个地方啲女最靓？啊，嗱，好多唔同嘅讲法嘅。有啲诶，苏州妹讲到明上有天堂，下有苏杭，错。
因为杭州妹更错，上海啊最正啊，够姣啊，上海保镖宝贝识得臭鬼啊，系咪风情万种啊，次货啊，有啲就话喂成都啊近啦、啊，其实而家全大陆最靓嘅咧系山东，林青霞山东人，啊你哋嘅国母彭丽媛系山东人，山东妹啊，再加埋佢青岛咧庐山矿泉水咧。吓，嗰只水土啊，滑捋捋，皮肤靓，身材好。呢、这个巩俐、林青霞都系山东佳丽 ，OK。所以啊，祖国好体恤你，开放青岛。西安系点呢？西安本来是次货嚟嘅，但系近年因为西安有一间电影学院，电影学院咧系汇聚各地嘅美女咧，系走嚟读电影。读呢个叫表演，希望咧系打入北京咧，系得到张艺谋、冯小刚嘅垂青咧，系请佢个个想发梦做章子怡。所以咧，西安近年啊，嗰、那个叫美女比例指数咧，亦都急剧上升。嗱，而家成个大陆咧，剩翻个本钱咧系冇咩，外汇存底唔够 ，A I T 俾人咧系杯葛，系嘛？呢个叫农地咧系又咧萎缩，穷得只剩下女人。嗱，呢個老老實實，全世界咧嚟講咧，講到靚女多，真係中國嘅嗰、那個密度同埋嗰個水土啊分圖出嚟。嗱，你班 BNO 而家話俾你聽，而家祖國開放西安同埋青島呢兩大地方自由行，你睇下呢兩一兩年來打卡嗰啲啊，麥當勞到嗰啲啊，打卡咧全部係單身女子居多，係學生妹，佢哋係未嚟過香港，係咪？嗱，你哋而家香港特區咧生育率低，係咪啲港男個個躺平？國家咧係好體會你哋嘅難處，唔怪你，因為你周圍豬扒多，生得靚啲港女咧對眼喺額頭，坐喺你都傻，係咪？見到你住劏房咧，你啲世人咧唔使諗，而家唔怕喺青島同西安咧奔一紮過嚟，係嘛？嗱，講到明啊，係過夜，你知唔知個要害就過夜啊？过夜就有好多戏剧噶啦，同埋杨润雄闻到阵味系，可以做生意喎，啱啦，先做生意就后结婚，系嘛？嗱，唔紧要，一个小红书，恭喜你香港啊！小红书咧，小粉红，西安同埋青岛未来三个月，边个边个？阿黄小红、李小玲、阿陈小慧、阿呢个叫咧，叫张圆圆吓。全部落到嚟報名嚇嗱、啊，我住邊間賓館，我住邊度，歡迎香港男啊！呢啲單身嘅嗰啲咧，係大家先交個朋友，好吧？我們交個朋友，好吧？啊，這個，哎呀，我很喜歡看香港電影啊，我喜歡看周星馳，嗰、那個就話，哎呀，我喜歡發仔，咁你咪大家咪有嘴型咯，啱唔啱啊？係嘛？嗱，一晚咧留港咧，大家考察下嗰、那個。環境睇你中唔中意，同埋揾翻啲外快，係咪啊？你落到嚟，來回三幾千嚇、啊，你一晚係嘛？交幾個朋友，每個咧千祈啊，唔好叫得咁 cheap 啊！啲香港仔有錢噶，千祈唔好俾佢懟你個兩餸飯咧，你就迷迷糊糊啊，係咪完成交易啊，幾帶收翻啊？起碼人民幣600蚊至到1200蚊樓上，港南仲有呢個消費，係嘛？咁然後大家一晚啊開開心心，第二朝唔捨得送佢去呢個高鐵站啊！呢、这個青島妹、西安妹、梨花帶雨，哥，我好捨不得你啊！我好想回來啊！我們加個微信好不好啊？你又發啦，知唔知啊？係嘛？大家叫先有後分，係咪？先俾錢，後呢然後就拉埋，或者呢嗰晚。你俾開錢，佢問你係有冇用俾個 BNO 啊？係叫 BNO 啊？有啊有啊有啊！我想出年就去啊！哎呀，你別先別去嘛，先別去，我們交個朋友嘛，係嘛？你有 BNO 咧、啊，係仲歡迎啊！所以咧，你哋要了解祖國政府對你哋嘅關懷嘅用心，點解係揀西安同埋青島，而唔係揀內蒙古嗰啲咩包頭啊？哇！嗰啲咁嘅太原啊，系嘛？好啊，因为丑样啊，你知唔知？拣个靓嘅俾你，
你話國家係咪對中國係咪對你哋真係仁至義盡？係嘛？新疆啊唔得喎，新疆最靚，我話俾你聽，見見鬼妹咁冇得傾，係咪啊？所以呢啲咧就叫你要了解中國，你要喺細緻嗰度了解啊嘛，係咪啊？啱唔啱啊？呢、這個你哋個祖國，祖國對你哋嘅關懷之無微不至，係落實喺衣食住行嘅細節嗰度。夏寶龍關顧香港，港南關顧得咁細緻，你香港特區叫佢落嚟安排橫行程，咁樣打佢斧頭，係咪啊？淨係掛住自己上位，喂！希望夏寶龍主任今晚喺酒店嗰度睇我哋風雲谷咯，我哋會製一個字幕版 ，OK 係嘛？我哋要檢舉啊，知唔知啊？實在睇唔過眼，係嘛？所以咧，至於 BNO 方面，你走寶啦，走出去英國，你睇英國啲鬼妹，個個癌癌殘殘，肥到只豬咁，又紋身又粗口又變性，整個鼻環係嘛？揀翻女，揀翻自己港女嗰啲咧，個鋪又細。挨夠五年，好快啲翻香港啦，啱唔啱啊？所以咧，夏寶龍視察香港啊，前途美好，一片光明，啱唔啱？好啦，今日嘅時間差唔多啦，嚇，越講越興奮啊，係嘛？喂，買機票啦，阿鮑生，係嘛？翻香港啦，我都叫啊，喂，聽緊嗰啲啊 BNO 啊，嗱，聽日呢個 tips 好重要啊，西安加呢個青島啊，唔系乱拣噶，你唔好教坏人啊，陶生呢啲系咪先？香港生育率低啊，系咪？点解夏宝龙去到深水埗都叫嗰个乜嘢太生四个咧？系咪？呢度有伏笔嚟嘅呼应啊，你知唔知啊？呢、這个先叫大湾区大融合啊，那个血统融合啊，呢个叫做生育大融合。你唔生唔生，你嫌啲女鱼啊嘛？鱼嘅我咪泵批正嘅俾你咯，系咁简单啫嘛，系咪？孔子话斋，饮食男女吓，人之大欲存焉啊嘛，系咪啊？食色性啊嘛，喂，我讲错咩？我边单讲错？我问你，系嘛？好啦，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多谢各位收睇《风雲谷》，记住各位啊，加入本人陶杰同埋白伟忠嘅 Patreon， 仲有咧特别会员渠道《风雲会》，下次节目时间再会。好，我都要多谢大家咧支持我哋突破咗35万嘅订阅，然后向40万进发。咁我哋下一集再会，多谢继续支持。风云谷成立咗短短年半时间就突破30万订阅，真系非常感激大家嘅支持。而会员专属频道风云会人数亦都持续上升，陶生同鲍 Sir 每个礼拜都会为会员更新专属影片。而家就不如睇下以下嘅最新一分钟精华啦。他用一个很有趣的逻辑，他就说呢，我明知道这些片会被你们拿来截图来搞，所以我就落了他咯。这一位肖姓的 KOL， 几十年的那种很低级的诡辩作风是一致的。其实这群恒大歌舞团呢，是拿来招呼或者是拿来建立他的网络关系。换言之，大家这么姊妹这么高这么大，可以说没有一条是許家印掂過的。你個太子點掂過呢啲啊？喺加拿大讀完書翻嚟。通常呢個時候咧，係會盡快同你啤一件出嚟嘅。哦，係啊，係啊。佢無論用大頭針篤穿又好，或者叫你唔好用又好，一定會叫你啤一件出嚟，係攞嚟做人質。冇錯，即係中國嗰個情報系統啊，嗰個風格咧係吸塵機風格，一嘟嘟嘟嘟嘟咁過去咧。有佢乜嘢狗屎垃圾，你認為冇用，佢全部立曬。佢然後佢會慢慢分流，同埋慢慢咧進入佢個系統。係唔係意猶未盡呢？喺本片描述欄最上面嘅連結，一按就可以加入會員。如果大家想長期支持我哋，記得而家就要先 like 咗呢條片，仲可以用超級系列支持我哋。當然更希望嘅係，大家能够同时加入陶杰同鲍伟聪衷心直说 Patreon， 令我哋可以精益求精，继续为大家带嚟更多好嘅内容。再一次多谢大家一直以嚟嘅支持。世事多变，小看风云。下一集约定风云谷再会。